真是太好看了，不是吗？多好看呀！嗯，走几步，让我看看。走吧。很好，我们大小姐走得极好。腰肢更软些，皇上会喜欢。说句话听听。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太后，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。不错，很合规矩。若是皇上问你读过什么书呢？诗经、孟子、左传。错了，皇上今天是选秀女充实他自己的后宫，繁衍子嗣，不是考状元问学问的。女子无才便是德。是，女儿明白了。